这确实是别人的数据，但它也是从我们的实验中得出来的。只是我们稍微把它这个数据……说出去的赌徒我见多了。你要想展示你的原形机，那就要做到万无一失，而不是偷梁换柱。嗯，明白吗？我们能做到0.36秒。 0.36秒，延迟时间要真是能做到这个数字，那倒是很了不起。我想去梦工厂。为什么？我想让我的产品量产。那你先做好书的准备吧。 衰咗，今次冇晒希望啦。你唔好急，我听讲，如果喺港澳青年创业大赛获奖，都可以拥有入住梦工场嘅资格。创业大赛嘅附属资料，你睇下。哇，咁即系话仲有希望啦？ 不过两周后就要开赛啦，争紧时间啦。系啦，周，上一次嘅问题系智能蓝牙底板同传感器底板出咗问题，我做咗下修复，等另外几个问题都解决埋，我就走啦。 拍拖啊？你知噶啦，我女朋友屋企都希望我搵稳定定咁搵翻份工，跟住时福时祸，你都要加油啊！唉，又系真爱。梗系啦，我次次都系真爱噶啦。呢3年虽然搵唔到咩钱，但系一谂到配姐，以后唔使喺老人院，都几开心嘅。 爹哋，我想去深圳参加港澳青年创业大赛。我唔同意。唔理你同唔同意，我都要去噶。你讲咩啊？老豆，老豆，讲多次啊！老豆，啊，攞俾佩仔饮啊，去啊！阿凉茶嚟噶，下火啊！我话俾你知啊，创业大赛我。 老豆啊，我同你讲一件事啊，你都唔好嬲啊。嗰日咧，我喺街心花园见到个仔喺度领盒仔饭，后屘我去佢打工嘅地方问过，先知道佢好耐冇翻工啊。喂，你做咩啊？你阿衰仔唔死冇用，唔准打！ 我同你讲呢件事啊，唔系叫你去打佢噶。阿仔而家大啦，你要尊重佢，明唔明啊？吓，唔好嬲啦，啊！